大家好，我是孟雷，英文名字是 Peter， 都可以，你要叫我什么都可以，然后我是今天要分享那个普门的永续设计，然后我怎么应用它在，我先介绍我们自己是怎么用它这个设计的方法，还有会介绍一些跟都市有关的一些案例。然后我就先简单的介绍我们的组织叫大地旅人，我们是觉得我们像一个我们的住的地方就这个地球像一个太空船，然后我们就是必须照顾这一班车，让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下一代还有一个很好的车可以继续走，不要把这个车弄得乱七八糟，让下一代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的。谢谢。好，然后我们有我们在做的工作有分成有在做设计啊，还有一个大部分是在做教育，所以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些课程，所以在教跟普门设计有关的。还有在发展一些产品跟能源有关，或者是跟那个再生设计有关。对呀、然后我们是有这里面的人有听过普门吗？有没有一些？耶、OK， 我们是大概20年前就把普门引进来台湾，然后。大概我们第一个比较长期的认证的课程是2008年的，我们是台湾的第一个这样的课程。然后现在我们整个台湾到处都有几百个学生都有在实践，还有一些在教，所以慢慢的就有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普门的消息在外面。那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工作室也有出版一些跟普门有关的书，我们自己写的书，还有我们的老师的书，然后其他我们在做的工作就是在设计空间，任何的空间。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住在东海岸，目前很多设计就是跟那个农园有关的，就是可能是几分地或者几甲地的一个地，怎么让它设计成一个比较能源有效率的一个规划，然后讲了，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普门是什么，我这边有一个定义，就是可以支持人类生活的一个永续生活的设计系统，然后它是有意识的去设计还有维护一个具有农业生产力的生态系，其实你这边看得到这些字可以看得比我讲得更快但是我们希望是可以设计出我们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的一个周围的环境，然后又可以创造生态，又可以活得很健康的一个生态一个家。普门是英文是 permaculture， 就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新创造的字，大概50年前的创办人之一是 Bill Mollison 还有 David Holmgren 两位澳洲人，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需要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可以让人面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来就是大家在生活里面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活得更永续的，然后让环境变得更好，所以他们就创造这个系统，一个设计系统。那很多人可能有听过普门，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农法其实不是，它是一个设计系统，但是我们也会一直强调能源这个东西。那能源我们最直接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的能源就是食物，我们吃食物就有能量可以去做工，可以活得好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个能量的话，没有这个食物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用说所以食物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取得我们的食物，我们希望是可以
在一个公平的，大家都有食物可以吃，然后可以在地的从在地的来源拿到我们的食物，不要太依赖很远的地方的食物，或是太远的地方的能源，这样子比较危险，然后风险比较就有灾害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个食物的安全，还有但所以对啊，虽然不是一个农法，但其实我们强调的是设计这好几个区块，就是这七个范畴，那有部分是跟土地跟种东西的有关，但是还有包括建筑，还有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文化与教育，还有健康，就各方面的都需要我们来设计一个更完整的、更永续的系统。用这个图来解释，因为我大概二十几年前，开始在台湾，推广普满，然后开始分享这个概念，有一点困难，因为其实它包含蛮多东西，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跟人分享普满是什么，我就用这张图，我就说我在做的事情，是在保存这五个很重要的元素，土壤、水、能源、生物多样性，还有传统智慧，这五个重要的元素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是正在很快速的流失掉，然后流失掉我们就剩下的就没办法生存的，然后这些东西如果流失掉还蛮很难再拿回来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设计还有实践普门的这些理念，就可以让这些五个重要的元素增加而不是减少，其实原来的地球上这五个重要的元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你看多样性从小小的微生物变成我们这么大的动物来，还有各种的植物，然后土壤从一个很薄的一个土壤变成很厚的土壤，这个需要好几千几亿年的才可以累积起来，然后我们发现人类的行动其实可以决定很多地球的有没有一个很健康的环境，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东西累积，不要变多，要变多不要变少。那所以普满的一些特点就是它是一个设计系统，然后用伦理，就是核心的伦理还蛮重要的，是三个伦理，就是照顾人类，照顾地球，照顾环境，然后分享多余，或是公平分享，可以这样说，这三个，这应该是全球所有的人类应该可以同意的三个伦理，就是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环境，要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然后要公平的分享，有多的东西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分享到，不要让所有的资源都累积在某一个人那边，然后其他的人都很贫穷，没有饭吃，所以这些伦理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去设计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背后有在想，这个设计有没有照顾人，有没有照顾人啊，照顾地球，然后有没有公平的分享，然后还有我等一下今天会分享一些原则，就是一些生态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全球都可以用到，不管什么地方，就是这应该是生命或是地球的原则啊，等一下会介绍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深入的，我可能今天没有时间介绍，就是一些设计的工具然后它截取传统的智慧，还有现代的生态知识跟技术，所以我们也会用一些新的，也会用一些传统的，就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状况，然后哪一些科技是可以持续的用，不会剥削到某一个环境啊，或是某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刚讲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设计可以保存生物多样性、能源、水、土壤、传统智慧。然后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在做连结，我们希望所有的我们设计出来的元素都可以有很多的连结，像一个生态系一样，一个生态网络。有越多的连结，就有越稳定的系统，然后可以让它更有韧性。假设某一个东西有死掉或是坏掉的话，还有其他的元素可以来支持我们的设计，所以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做连结。然后最后这边有放大这个，就是每个人可以自己设，每个人是一个设计师，各位你们都是设计师，可能你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是在设计我们的环境，然后你住的环境是只有你最认识那个环境，然后你最适合的人来设计它，你不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帮你，其实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利还有责任来设计你的周围的环境，让它变得很负责任，可以符合那些三个伦理，可以照顾人、照顾地球、公平分享。好，然后我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还蛮长的，所以如果有随时有问题，我希望可以有很多的互动，你们可以，我欢迎你们，或者喊出来也可以。我习惯，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我在专心的投入某一个观念，啊，突然有人喊一个东西，我也很欢迎这个，所以你可以随时问我问题。我们后面还是会有问答的时间。好，所以普门就是设计，重点是它是一个设计系统，不是一个农法。然后任何的空间都可以设计，可能是一个好几甲地啊，或者一个学校啊、校园啊，或者一个阳台，就是后院什么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设计，而且任何的空间可以设计得更好、更有能源效率、更有生产力。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设计的参考就是这些生态的原则。我这边有写好像15个。每一个老师或者每一个实践者可能会有不同版本的这些生态原则，但是都还蛮类似的。其实如果你把它们合在一个原则，应该就是自然之道还是自然的法则。那我们这样子拆开一个一个的，可以让我们比较理解它，然后可以运用它在我们的设计里面。有时候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再来参考这些生态原则，可能我们缺少某一块，就是提醒我们可以设计的更像大自然的会设计的样子。这个是另一样的东西，在或者画一个图。所以中间这里是我刚有分享那个三个核心的伦理，照顾地球、照顾人类啊，分享多余。然后这六个区块的是不同的生态的原则。那这个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有在台东，有一小块地，大概2.5分的一小块地，大概是这个教室的3倍吧，可能差不多。然后我们是这个照片是2009年的时候，刚有拿到这块地，就开始想设计一个可以支持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场所，然后也是可以当一个教室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又要设计我们的家，又要设计我们的学校，然后又要设计一些生态系的。所以我们是怎么开始呢？就有参考刚刚讲的那些自然的原则，然后就想可以需要我们需要的我们的需求就列下来，然后看我们需要多少水啊，我们需要多少的空间，但是我们还要让出很多的空间给大自然可以运作，可以有很丰富的昆虫啊，很丰富的鸟类啊，他们还可以，其实他们在一个菜园或是在一个农园可以帮很多的忙，所以我们就慢慢的
我们花了大概两年的观察，观察这块地跟一些外在的能量会怎么样的影响这块地，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设计出来，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实践出来，所以我们到现在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块地，然后从一个刚刚给你看的第一个样子是这样子，就变成这个样子，大概是10年左右的一个过程。然后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家，然后也有菜园跟果园在这边。可以分享刚刚那一张，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设计的重点，或是一些可能要考虑到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水啊，我们需要的能源要怎么取得呢？我们要接自来水吗？我们要去牵台电过来吗？还是然后要规划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要变成每个礼拜要跑去台东市买东西回来吗？还是要尽量的可以自给自足的？所以我们是规划所有的水都是从我们的屋顶来的。我们决定就不要牵自来水，其实一方面是很贵，另外一方面是那个氯的味道还蛮重的，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喝比较天然的水，而且是免费来的，我们只要把一个水桶放在屋顶旁边就可以收到，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雨水，再来是我们能源也是我们用太阳能光电的，然后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然后还有一些需求，就是处理我们的废水，我们的有厨余啊，或是有污水啊，所以这些也都是变成资源，就是在地的循环，所以我们中水还有黑水的部分都会在旁边处理，然后其实它会变成食物。我们是把我们的中水看成一个又可以灌溉又可以施肥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们我忘记带，我车上有那个芭蕉，我从这边带来的，所以我每次在洗澡啊，我就想到芭蕉，因为我知道那个水就会流到旁边那个芭蕉树，就很开心，我觉得这个不会变成其他的人的负担的问题的浪费。好，所以那后来就是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实践我们这个设计，达到了蛮多的效果，就是提供很多我们可以吃的东西，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用的东西，像我们的厨房也是用木材烧木材来煮饭，然后当然要用很有效率的工具才可以，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小一块地，如果所有的木头都要用来煮饭的话，你当然要找一个很有效率的煮饭的方法，所以这个也是提供我们的燃料，还有我们的水啊，还有一个很舒服的微气候，还有那个微气候也是提供给我们的动物，有鸡鸭鹅也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你记得那个第一章，就是光秃秃的，几乎没有几个物种，大概有3-4种植物的种类，现在就有几百种的，包括昆虫啊、动物、其他的生物都有回来这个地方。然后还有我们有算出大概是可以这小块地的，也可以每年都可以储存大概2到4吨的碳，所以透过我们的我们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有达到还蛮好的一个好处。因为我知道这是跟建筑有关的一个系列的演讲，所以也是可以顺便让你们看我们的家，也是用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是用钢构的来做那个结构，主要的结构，但是其他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用周围的材料，捡到的材料，或是就是一些天然的材料，所以我们也是在其中我们的课程也是自然建筑，
的一些各种的盖法。这个是我们二楼我们的睡觉的地方，然后现在这个是在做那个草泥墙，就是我们那个稻草也是我们在旁边种的稻草，然后我们收成了以后就变成我们的房子的材料，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材料或是工法，就是这个墙壁，就是稻草，然后混泥浆，然后再晒到一个框里面，然后再把板模拿起来，它就会定型，然后就可以再粉光在上面。我们就是用涂的粉光上去，啊，所以其他的盖法就是涂砖，然后还有竹编加泥的盖法。我们的房子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的木头啊，或者窗户都是二手的，或是捡到的东西。好，那我们我知道今天的也会，今天的主题也是比较跟都市有关，所以我刚给你看的那几个我们家的照片，可能可以比较了解我们埔门在讲埔门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比较多是跟都市的环境有关，因为我知道可能各位比较都是在都市里面，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用这些埔门的原则在都市生活里面呢？我知道都市是面对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以前我们还没有台东的这块地，我们也都住在台北，然后在台北开始推广埔门，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多的案例就是在都市里面的。然后我其实觉得也蛮多可以参考的部分。都市的一些挑战就是越来越大，然后都是集中，人都是集中，资源都集中。我觉得它的失败或是它的弱点，也就是这个集中化的这个问题啊，所以等一下也会介绍一些可以可能可以其他的都市的规划的其他的策略。对，所以我们当然集中这么多人在一个空间，这些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的，各种的问题。当然乡下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们有这个集中的问题，就会会增加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那我们在讲任何的设计，我们会从我们会稍微可以探讨或是分类它是什么样的设计的类型啊，所以这里有三种类型的，跟它的所累积或捕捉的能源有关所以有退化型的设计，有生产型的设计，还有再生型的设计。那埔门都是比较强调都是再生型的。退化型的我可以每一个可以解释一下。退化型的设计是你设计好了以后，它会可能很快就会开始退化，你要一直补充更多的材料、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能源才可以维持这个设计然后再来生产型的可能可以还好，也许可以打平，但是也是它可能可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些资源但是可能偶尔打平，偶尔下去，偶尔比较好一点也没有说很稳定的，不一定是很稳定的，或是遇到问题或是遇到灾害的话，也可能会有一点不够的。所以那另外的类型就是可再生型的那通常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设计就可以产生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还有我们未来会需要的东西生产型的再生型的设计就是通常就是跟光合作用有关，跟生命有关因为只有生命才可以再生其他的东西都是会退化下去的我们用它，所以像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是再生型的看看我们的你们的椅子呢对，椅子可能有一些木头是再生型的一个材料，但是塑胶呢可能不是，还有可能我们有金属呢
可能也不算，所以都是跟光合作用或是跟生命有关的东西才是一个再生型 的一个材料或是一个设计。所以那是普门的设计，也是在追求我们可以尽量想出一些再生型的设计，那的一些其他的全球都市化的趋势的可以问的对，我就继续好了。一个从普门的角度，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人类很大的问题是很依赖石油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或是来追求一个更方便的更舒适 的生活方式。那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个行为。如果你看下面这个表，这个是全球的石油的量，然后你看它是2020年的时候就在这里就已经开始下降，所以我们石油 的量一定是有限的，不是永远都是有你要多少石油就有多少石油，它会越来越少，我们会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然后它会越来越少。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所谓的产油顶峰，然后越来越越来就是那个未来的石油是会越来越不容易取得，是越来越不好品质的，所以要处理的要更昂贵的过程，然后它整个价格会越来越贵。那很可怕的是我们几乎我们的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很依赖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上瘾了的样子，没有这个冷气的话我们就觉得不可以不可能我们，但是那个也是一个设计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让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依赖这些石油。那就对，这上面有写的就是为了追求这个便利跟舒适，我们上瘾这个燃烧这些有限的物质，然后但是最后我们舒适跟便利被就是没有就是这样子，你看到这样子也不是舒适的也不是便利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是因为这个造成的，我说气候变迁就变成一个恶劣的循环，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一个恶劣的循环，然后变成有灾害以后我们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像这个是2017年在 Puerto Rico 一个飓风过了以后你看人民他们最一开始想到的是要喝水还是要吃食物还是要怎么样，他们可能觉得最重要的是找石油来运作他们的发电机或是可能他们需要开车才可以买到食物或是怎么样的，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资源，但是可能更好的，如果是更好的设计的话，那我们可能不需要石油，不需要那个发电不需要开车去哪里，我们的如果社区就有我们的食物，如果我们的屋顶都已经在收集这些雨水，那我们就比较有韧性 的设计，就不会那么的担心或者不用在这边排队一整天。所以那你觉得 你自己呢，如果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越来越强的台风，你觉得你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的吗？可能会有一天这个是你在排队要买石油吗？帮你们的大楼在还是 你如果我们提早准备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打破这个上瘾 的这个问题，然后开始往一个别的比较永续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我看到这个我会想到很像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上瘾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就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冷气，没有的话就不可能，但是其实是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要真的要脱离这个上瘾石油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有一些例子也是蛮不错的，可以看到其他的人是怎么做到的，一个其中一个是一个案例，就是在古巴，古巴1990年的时候的那个年代，他们就是苏联瓦解的时候，
他们突然他们的所有的石油的来源被断切了，哇，那就有点像我们可能未来大家会遇到的状况一样的，就是石油没有石油以后怎么办？那他们也是蛮突然的，他们要突然在就要赶快开始建立各种的系统，那他们也是很那时候是很需要石油来就是交通啊，运送食物啊，种食物，他们的还有农药啊什么的，这些都需要石油来做。那他突然没有石油的话，他们就有想到各种的方法可以应变的啊。你看到这样子也是还好他们还有蛮多的传统的农业的做法，还有马还有牛啊这些，所以他们变成很多的都是用马跟牛来运送东西，然后他们就发展很多农业的系统，都是在都市里面的任何的一个空间或是空地啊，或是都市的周围的这些地，他们都把它做成农场或是菜园然后就是从一个完全没有在从事农业的一个文化里面，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在吃肉啊，可能吃偶尔吃一些番茄跟高丽菜或是那个莴苣啊，怎么，但是比较没有习惯在吃那么多的菜。但是他们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做啊，他们没有石油的话，就整个社会都有一点那个停下来，然后很多人就转成农夫，可能你有旁边有一块地啊，或者你的屋顶是空空的，很多人都是变这个时候就转什么改行，从可能是做那个电脑的程式的这样子，然后变成一个农夫所以像这些也很多都是转改行的然后他们就还蛮快速的，在几年内就很多的农场就建立起来，然后都是有机农场，因为他们又没有那个石油可以做农药，或者也没有钱买农药所以他们都是一定要变成都是那个是有机的农场这些都是在古巴的都市的里面的农场的一些照片。那这个是一个有一点被逼迫的改成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吗？我们一定要变成有灾害啊，或是我们的重要的资源被断切，我们才会改变吗？你觉得呢？还是要提早想到，因为我知道这些资源都是会有限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的话，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惨，不会那么的难过。所以我们是一直强调，我们如果我们早一点开始建立一些可再生型的设计我们就会过得比较好然后其实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古巴的这个例子，其实他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一开始是大家都减肥不是减肥，就是他们的体重都减少很多然后因为没有东西吃，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开始有一些生产的时候，然后他们开始吃的种类比较丰富，他们发现他们的健康有变得比之前还更好，因为之前都是吃很多的肉啊，很多的可能没有那么健康的食物所以他们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好处，而且大家都运动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好那所以我们在想到要做再生型的设计，我们可以看任何的一个地景，可能是乡下的或是都市的，然后我们都会问这些上面这些问题这块地的输入输出是什么这个管理的方法是有在照顾地球，有在照顾人吗有在公平的分享这里的资源吗，然后有没有在保存水啊能源土壤生物多样性传统智慧我们这样子处理这块地有没有在照顾这些东西任何的地景都可以问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教室也可以这样子问是不是有在照顾地球
那我们从这个从问这些问题就可以开始慢慢想，哎，这个可以怎么转型成一个比较再生型的设计。所以我们就以上可能有解释有讲到一些问题，但其实普门很少在讲问题，我们这个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希望是可以是一个正面的正向的一个运动，然后大家可以学到一些方法，可以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一个人改，这个人改，就可以开始传染到更多人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做一些行动再开始创造一些再生型的设计对，所以我刚讲了，如果其实我们也只能从个人的规模来开始，才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家庭，还有才可以开始影响到社区，还有影响到我们的乡镇啊，或是都市，然后才可以影响到国家才可以影响到全球所以我们个人虽然是你可能觉得你自己的动作或是行动是很小的，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你看到个人的规模，其实也会接触到，其实也会接触到其他的这些规模然后很多人开始做的话，也是会有一个开始会有一些变化。好，所以那我一下来要介绍一些这个普满的原则或是生态的原则然后就是可以把这些原则看成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选择比较符合伦理的行动跟策略所以我每一个都会介绍给你一个案例所以有分成，我这是我自己的安排的就是分跟能源有关的原则，跟学习有关的原则跟合作有关的原则，跟生态有关的原则，跟尺度有关的，还有跟生存有关的原则那就我就一个的来介绍第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放在第一个，就是收集储存回收当地的能源所以就是我们每天都有一些阳光可以收集到，每一块地每一平方公尺都有不知道多少的阳光进来，我们都有这个机会，还有其实有这个责任可以好好的用它。如果只是让这个阳光碰到水泥地的话，好像没有在做什么好处的哈。所以至少可以让一些植物可以享受到这个阳光，然后再更好的是可以让这个植物有更好的效果，可能是可以吃的，或是可以变成纤维啊，或是可以用它，至少可以遮阳，然后可以有光合作用发生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前在台北的屋顶的收成，所以这是我就会把这个看成阳光那我自己没办法吃阳光，但是它变成这些东西就很好吃然后就让我们的屋顶就可以比较凉快一点的这是我们社区也是在路边那时候是在台北的社区路边有一些空间，我们就珍惜这些资源，把它回收起来，一些榻榻米啊什么的，然后做成一个菜园，开始收集阳光。还有这也是另外一个社区，我们在收集大家的厨余，然后也是将要做一个菜园，所以就是在回收这些资源让它发挥在地的发挥一些功能还有我刚后面也有一个挂号，就是水还有资源也算是一种能源水都是蒸发到云里面，然后飞到这边来，然后开始下雨其实也是一种能源的形式，然后如果我们可以储存在比较高的地方，它就可以发挥很多的功能，可以用中力来送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朋友的公寓，也是在台北，然后它是收集屋顶上的雨水，很简单收到这边，然后下面的它有一个管子，就是拍到一个马桶，这边就可以用它。所以它通常我们可能会想到台风的时候有很多水其实就我们这个就很快就满了，
然后也有一个问题是台风，如果是很严重的话，可能会破一些水管，可能会停水。那很奇怪的是，台风带来那么多水，但是没有水可以用。那像这一位他就没问题，他就可以一直都有免费的水，就可以用在他的马桶这边，很简单的科技。其他的另外一个跟这个原则有关，就是物资，就是任何的材料都可以变成任何的有机质，就是曾经是活过的东西，就是有机质，包括木头啊、落叶这些东西，还有我们的粪便，我们的排泄物也是一种能量，它可以让微生物吃它，然后微生物可以把它分成一些很漂亮的土壤腐殖质，然后植物就可以用它。所以像这个是我们以前也是在台北，就这个是我们的厕所，我们的旁边有一个抽水马桶，然后对面就是有这个生态厕所，就是我们用落叶来覆盖我们的排便，然后这一桶满了以后，我就会拿到外面，我还好有一个空地可以用，然后做热堆肥，就是很快速会达到大概60度就会消毒，或者不是没有毒，就是会杀死任何的可能病毒或是什么问题，那就变成土壤所以其实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只有乡下的人才可以做，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在台北市也有做这个事情，嘿，就是要做到不会有味道，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有味道的话，你就有问题。对，所以怎么让它不要有味道，就是覆盖。所以像我现在正在倒这桶的话，旁边就已经准备好要马上覆盖的东西，最好是马上，就是你不要先倒，然后再去找你的覆盖物，要先有那个覆盖物，因为可能会有苍蝇啊，或是就是那个味道可能会影响人啊，影响里长就完蛋了哈。在室内也不会，因为我们也是上厕所就会马上覆盖它，所以其实没有味道。我可以证明没有味道，是因为我的岳母可以接受。然后其实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厕所，他都是在用那个抽水马桶，但是他觉得，哎，为什么你那个角落也有一个马桶？但是他都不知道是那个。因为它也没有味道，然后如果有味道的话，表示你还要再盖厚一点的，或是换成比较稀一点的覆盖物，像木屑是很好的，稻壳也不错，但是多样性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有，这边照片里面是有一些落叶，可能要厚一点的，因为它没有那么细的，要厚一点才可以盖住那个味道，嗯。你可以试验如果你家里有人在收集厨余嘛，应该大家都有。然后你收集几天以后就很臭，你可以试试看，放在一个地方，就是把一些落叶盖上去，可能盖一点点的还是会臭味，再盖多一点的还是有一点臭味，再盖多一点的完全没有臭味这样子就是最适合的一个状态，有分解者也会进来，然后他会把这个处理掉。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有效率的能源规划这也是跟堆肥有关。这个案例就是一个都市的公园，然后他们有建立这个堆肥箱那你觉得，所以这个原则，这一个策略，就是把功能放在它会被用到的地方所以我们你觉得这个适合吗？一个堆肥箱在公园里面，有，你觉得适合还是不适合？有一些人在摇头。嗯，也是跟刚刚那个问题有关，跟味道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管理的好，如果它产生问题，那就不适合。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怎么运作、怎么处理、怎么玩这个，所以要有一些解说牌啊什么的。然后像这样的系统，可能要有一个中间要有一些覆盖物，万一我们有倒任何的臭的东西，要马上用覆盖物把它盖起来，它就不会有那个臭味。所以像这个落叶啊，也都可以当一个覆盖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在台南的
我忘记哪一个社区，但是他在做那个社区堆肥，在他们的社区的公园里面也有在做这个厨余堆肥，也有厨余，但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公园本身的落叶。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加那些臭的东西，根本不会臭，就是让这些落叶可以回收起来，慢慢的分解分变成我们的社区可以使用的腐殖质，让我们的植物可以长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放一个堆肥箱在一个社区的公园应该是蛮不错，因为有充分的有机质可以维持这个系统，然后很多的人手可以帮忙照顾这个系统。另外一个有效率的能源规划的原则就是我们可以多分享我们的资源。如果变成像现在社会好像大家都是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材料、自己的东西，然后会当然那些财团会想要让我们大家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变成哇，如果是有一个社区有一千户，那可能每一户都有一个电钻，那就有一千个电钻在那个社区里面，还蛮浪费的哦。其实如果大家可以沟通，然后说哎，我们不用那么多的电钻在一个小社区里面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组织起来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所以有很多社区就开始有这样的所谓的英文这边是写图书馆但是不是书，是工具，就是借工具的中心。所以一个社区可能本来有一千个电钻，可以减少可能变成二十个电钻，哇，可以省很多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能源，而且很多的钱。然后可能我们也可以买二十品质最好的那种电钻，就是不太会坏掉的，可能品牌很好的那种。然后有可能也可以有社区的人来帮忙管理这些工具，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借来用，使用以后就可以还回去的。所以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能源。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珍惜再生资源与服务。所以再生资源我们都会想每次想到再生就要想到活着的东西。所以像这个蜘蛛，它在帮忙吃一只蚊子，它也是一种再生的资源，它有在提供一个再生的服务，它每天可以吃多少蚊子我不知道，但是是一个很好的服务。所以我们尊重它的角色，然后设计一些空间可以让蜘蛛可以好好的活，或是壁虎啊，或是蜥蜴，可以让他们有一些空间，或者有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水盆啊，或是水缸在那边，然后可以当然里面可以养大肚鱼，不会有蚊子，然后也可以有青蛙开始出来帮忙吃，可能还有更多的有其他的蚊子什么的。所以这个也是在尊重这些再生的服务、再生的资源。另外一个再生的服务就是蚯蚓，我们可以用蚯蚓来堆肥来分解我们的厨余或是落叶各种的有机质，他们还蛮擅长做这件事情。有人这里有人在养蚯蚓吗？有时候我们有很棒。在公寓里面还是在家？嗯嗯，很棒。对啊，很棒。这个是如果你有厨余的话，其实如果你想要让这个厨余变成腐殖质的话，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就是故意养蚯蚓，有一点像宠物一样的，你还是要照顾它们，要确定它们有暗的空间，够湿的空间，然后有一点保护的空间。他们会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你每天或者每几天把一些厨余丢进去，然后下次换位置，下次换位置，他们会慢慢的跟着那个你放的厨余，会慢慢的把它吃掉。其实不是慢慢的，是蛮快的。一只蚯蚓可以一天吃它的重量的厨余，所以如果你有一公斤的蚯蚓的话，它一天可以处理一公斤的厨余，还蛮。如果你的系统弄大一点的话，它们其实蛮快的。所以可以有小阳台的系统，蚯蚓堆肥系统，或者有社区规模的蚯蚓堆肥系统。
这些我们都可以建立起来，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厨余可以留在地的，然后让它变成在地的一个好处。我们有因为蚯蚓粪便出来的这个腐殖质是非常高品质的腐殖质，那个所有的植物最爱的是那个蚯蚓的大便，是非常好的东西。然后如果我们需要种东西的话，如果每个社区都有蚯蚓堆肥的系统，哇，那大家可以从这个系统取得一些腐殖质，就可以种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更大的规模是这不是用蚯蚓，但是是用那个比较大的堆肥的方式，这是一个都市的堆肥中心所以他们会把厨余啊、落叶任何东西、任何有机质堆起来，它会达到很高的温度，然后这个是提供给这个都市的居民用的但有一点小小的费用，其实是蛮便宜的然后都是已经。因为有达到什么，快到70度、65度的热堆肥，其实可以消毒，然后可以甚至一些任何的有毒性的东西都会在这个状态会被分解的。所以他们这些堆肥也都有有机的认证，然后社区的居民都可以去那边买。这个是我们的朋友，他就开车过去，然后他们就装一整个车子，装满了，然后就可以可能。给他几百块那个台币，几百块应该很便宜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住台湾很久，30年差不多，然后又一直听到堆肥系统啊，或者那个什么厨余收回收系统，大概20年前也有看到一些小规模的堆肥厂。但是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很普遍的这种，就是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社区的有机质跑到这个地方，然后变成腐殖质，然后你又可以取回来。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如果更多的社区可以建立这样的系统，不会很难，然后就是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好，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我不用讲，我怕我讲了太多。这是一个中水回收系统，也是一个再生服务的，就是用植物来处理我们的中水跟黑水。以前在台北，我帮一些人做这些系统，这个是在一个屋顶上用植物来处理中水。观察与互动也是另外一个原则，这是一些我们在不同的社区。做一些空地的整理，还有开始种设计跟种菜的一些活动，这些需要很多的社区居民的互动，还有跟可能那个空地还有地主啊，可能要跟他有互动的，所以这些都还蛮重要的，观察也很重要的，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设计的原则，观察很重要。另外一个原则，灵活运用并回应变化，这又回到古巴的那个案例，所以他们也是在遇到这个石油被断切的这个事件，那他们就慢慢的，其实蛮快的把这个整个社会有一点变化，其实他们就大家开始骑脚踏车，然后大家开始种菜。然后开始认识就是社区的居民有开始更多的互动，其实很多的好处从这个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解释那个这个原则，灵活运用并回应变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把问题看成正面的资源，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是我的。以前的阳台也是在台北的时候，那个天沟有经过阳台后面很奇怪的位置，然后它会漏水，所以有一个水管，它是排水管，但是我的阳台都是水，因为那个天沟的关系，它一直漏水。然后是租的房子，所以我也没办法修，就是房东，应该是房东要修的，我懒得，还是他懒得修还是什么？但是我就想，
没，我看那个水进来，那个、地进来，我就想，哎，其实这也是一个资源，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资源，啊，所以啊、这样子一步一，就是一个一个的问题，这样子把它看成一个资源或者一个好处，啊、其实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可以变成一个很丰富的生态系。其实所有的生态系或是那个自然界的演替，或者演化。也就是因为有多余一个资源，可能是一个废弃物，是一个多的东西，可能多的水啊，多的粪便啊，多的落叶，就会演出一个演化一个可能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角色，然后会变得更越来越丰富，所以这个也是我开始我就放一个水缸，然后开始收集水，然后就又有一个问题是蚊子。然后又就开始放鱼，鱼就可以处理蚊子。然后有鱼的话，我也会丢一些那个面包屑啊什么，可能偶尔放一点，饭啊什么的，他们也会吃。然后这个水就变得很营养，啊、又是一个问题，多一个养分。所以我就经常把这个水捞出来，就开始种更多的植物在旁边，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又放一个布袋莲放在这个水里面可以吸收多余的那个养分，然后这样子其实跟自然界一样的，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的问题解决，就会变得很变成一个很丰富的系统。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其实是太多的某一个东西没有被用到的，没有珍惜它，或是不知道怎么用到它，所以它累积就变成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早一点想，哎，这不要让它累积起来，让它用到。所以这是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多余的脂肪，如果用它就可以发电啊，人力发电。我们的水，洪水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屋顶都有收集一两吨的水，然后我们有可能有几千万个人在这个空间。就几千万吨的雨水就可以减少洪水这个问题，而且有台风过了以后大家有水可以用，就算有停水的话。热岛效应表示没有，我们有太多的阳光没有再用那个阳光，所以我们可以多种一些东西利用这个阳光，就可以减少热岛效应这个问题。燃烧有机质这个问题，其实对，为什么要燃烧油机？就是油机只是很好的东西，应该不用燃烧它。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管道，可以让油机只变成土壤，可能是各种的堆肥，各种的方法，就不用燃烧它。燃烧就其实是蛮浪费的，会让它变成空气污染的，然后又创造很多的热能，又没有再用这个热能，让它分解是比较好。还有社会上的问题也是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人会觉得哦，老年化是一个问题，其实是表示是我们没有在用到这个，我们有很充分的这个资源，很多年的经验跟智慧，多用它，其实它会变成其实是一个珍贵的东西，不是一个问题。好，所以各种这应该说是一种。态度上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原则，帮我们设计。好，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把东西放在最会发挥它的功能的位置，就是相对位置要选好的位置，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有在帮助它旁边的东西。这边我们这个原则，我们如果画出来的话，我们会看到各种的箭头，所以像这里是一个。一个厨房，然后它的屋顶又可以收集水，厨房有很多的厨余，厨余可以直接在旁边用蚯蚓堆肥来分解，然后蚯蚓堆肥一个需求就是要遮阳，所以我们在旁边有一个棚架，然后它可以种百香果什么的，百香果又有可以提供落叶，我们可以加到这个蚯蚓堆肥系统。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有安排在它很适合的位置。好，我们又可以用多余的蚯蚓来钓鱼啊，这个旁边的雨水桶满了以后，这个溢流到这个旁边的可以建立一个水池，所以很多
每个东西都有一些互相关联的关系。好，这个也是一个朋友的阳台，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都有关联的。这是一个屋檐，然后他收集这个屋檐的雨水，雨水是用在这个洗衣机，但是多余的雨水也可以流到这个一个旧的洗澡盆，就他们做了一个生态池，然后这个生态池提供了一个小朋友很多的好玩的时刻，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他们多余的水都可以用来种一些可食的植栽，所以这个大家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些互相连接的地方。好，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就是把它看成一个元素的话，每一个东西都有很多个功能，我们要去认识它的各种的功能，才可以把它安排在最适合的位置，所以像一个水，它不只是有水，它也有很多功能，它可以反光，还可以提供一个凉快的空间，还可以遮阴，然后表面还可以吸收水，所以收集水，所以非常多的功能。所以这是我们之前的屋顶的我们就安排这样子。其实屋顶的设计蛮好玩，因为你可以把东西移来移去，可以试试看不同的安排，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像这个筒子就可以又可以提供一个防风，又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暗的地方。这里是可以看到一个互相关联的关系，这是木瓜，然后有试试看种那个四季豆，但是四季豆比较没办法爬木瓜，因为木瓜有一点像蜡的样子，就是它会滑下来，它爬一点就会滑下来，所以我们就开始种山药。山药的爬法不一样，它是可以很轻松的爬上去这个木瓜，然后在后面就这个四季豆就可以爬上这个山药，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因为我们屋顶的没有什么棚架，就是只能靠这个小木瓜来提供一些爬藤类可以爬上去的一个棚架。好，那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应该这个原则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譬如说水啊，我们要有很多的水的来源，不要只要依赖一个来源。如果只有依赖自来水，譬如说那自来水被断切的话，我们就很惨。就我们希望可以各种元素可以提供这个功能。其实跟我们生活一样，也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如果你们有上班或者有你们的收入的来源，可能有一些人发现疫情来了以后，如果有不同的收入来源是比较有韧性的，我也不一定要靠这个工作，我可以有其他的收入。所以像我们的话，我们有很复杂的收入来源，像我今天来这边也是其中一个，当然不会每天有这样的机会。还有我们在卖芭蕉干，最近有开始种竹笙，那个香菇，这是第一次种，也是一个小小的收入。但是我们这样子分散我们的收入的来源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比较有很多的未来的可能性，还有对我们，所以收入也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有可以分散它的来源。好，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多样性，运用并尊重多样性，这应该是蛮基本的。所有的生态，应该大家有基本的对于生态学的了解，就是多样性是非常的重要。太单一的话，那个生态系不稳定的，然后可能会比较容易垮下来。其实自然界都一直都想要找一个多样性的状态。你看到这个大楼是在台北市中心，然后已经被废弃了，没有人上去的，然后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用它。然后你看自然界会怎么样的处理这样的一个空间？大概在我猜这个可能没有到十几年而已，可能十年以后就会变成这样子。如果人
退出，然后人离开了以后，其实自然界就有它的方法，它会希望可以有各种的植物、各种的动物啊、各种的鸟啊，都会回来啊。所以我们的设计也当然可以顺着自然，然后我们可以欢迎多样性，所以我们的阳台也可以设计的很丰富的，也可以欢迎壁虎啊，欢迎甚至蝙蝠，也有人会做蝙蝠箱在阳台上啊，甚至蜂箱也可以啊，或是看到蜘蛛不要把它赶走，蜘蛛其实也提供很好的服务啊。然后我们可以有各种的植物，有一些是可以吃的，有一些是可以欣赏的，或是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它，但是至少它可以提供那个光合作用，可以创造一个更舒服的环境。好，所以多样性应该蛮容易理解。我们在像普门，如果你看过普门的实践者的菜园啊，或是什么或是家园，可能会看到各种的植物会种在一起的。我们很喜欢这个样子，觉得很美。但是其实它也是有它的生态的价值，像我们种一个东西，我们是觉得可以有所有的空间都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有高的空间，然后中间的空间，还有爬藤类的，还有甚至有地下的那个根茎类的，还有真菌类的，我们可以欢迎各种的空间都可以被充满的，有很多的植物。这是一个朋友种的。他的我觉得蛮有创意的做法，就是用那种搬家公司的篮子，还蛮扎实的一个篮子，然后他用一个布织布放在里面，因为他有很多的洞在这里，所以他有偶尔就是戳一些洞，然后把那个地瓜叶的藤插进去，然后他其实是要种木瓜，那木瓜刚种下去以后，还有蛮多的空间可以用着，所以他有开始种一些蔬菜啊，这边可能是有苋菜还是豆科类，我忘记。然后慢慢的木瓜长了以后，可能这是一开始是有一些喜欢阳光的植物啊，到这个时候可能是可以种一些比较不需要那么多的阳光的植物，可以稍微换。那你看过了几年，或是可能是一年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有很多的地瓜叶就跑出来，从这些洞。好，所以多样性蛮重要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自治，接受回馈。我们希望可以创造的系统是可以自我管理，不要出太多的人力来管理它。这个照片，这个是在比较两种养鸡的方法，或者两种产生鸡蛋的方法。所以左边这边是一个很工业化的，可能我们大家都习惯吃的蛋，可能是类似这种系统。其实它是在一个工厂养鸡，然后鸡没办法自己在一个工厂生存，当然我们要一直每天要提供水啊，饲料，还有空调啊，可能阳那个什么灯偶尔要调整，还有因为它住在这样的那么狭窄的一个空间，可能也会开始生病啊，所以很多要给它抗生素，或是给它什么药啊，或是一些养分什么的。然后它背后所需要的资源，就是要支持这个系统的资源，可能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可能也是大规模的种玉米啊，可能这么大规模的种也可能也要用农药啊，也要用化学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还蛮复杂的。然后只要一环有问题的话，可能整个系统会崩溃掉了。所以我们比较普门的设计是希望可以不要这么大的复杂的系统，我们希望是可以让它比较自我管理的。所以像这里右边的设计是比较符合这个鸡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它可以去找它需要的植物，有一些它会自己知道哪一些植物它吃肉会比较健康啊，或是他可以自己找一些昆虫，还有沙子，他需要沙子来摸他的食物，才可以消化食物，所以他然后还有
可能他要找一个地方洗澡啊，在土壤那个用那个沙子 来洗澡。所以这只鸡就我们没办法让它有自己选择这些工这些服务，它要被我们一直被我们服务，那这个就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这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创造的系统是自我支持的。然后希望我们的人力或者我们的投入可以减少到最低的，让他们可以自己找自己需要的东西。使用边界生态还有重视边缘资源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生态的原则。边界效应可能有听过吗？就是有这里有某一个环境，然后旁边有另外一个环境，通常就是那个边界是最丰富，它又可以取得这个环境的资源，又可以取得这个环境的资源。所以譬如说一个草原跟一个森林，通常就是在那个接触的地方是非常多多的植物啊，动物多样性非常高然后养分也很多所以是我们会一直想要创造边界，或是利用我们的所有的边界。那这个例子就是在说我们的房子也是一个边界如果不处理的话，它整个房子会变得很热，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边界来种植物让它比较凉快还有比较还有边缘的资源也是，就是有一些小空间没有被我们好好的用的话，可能就浪费在那边每天经过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空间，我相信你们可能每天经过没有人在管它，然后其实可以用它来做一些事情，可能是让社区更有生产力或是更富裕的一个社区。所以像这个是一个路边的小小的空间有人就想这个应该可以开始种菜啊，或是这是一个公园的花台也有人开始种菜好，另外一个原则，这应该是也是蛮基本的需要的就我们要从比较大规模来看我们的，或者比较宏观的来看问题，不要一直从细节那边开始解决问题，因为可能问题是比较大的，然后如果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有效率的。所以像很多人就说我们的空气污染就是因为车子的设计不够好但其实应该是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整个系统为什么我们变成每个人都需要车子，然后为什么我们好像被鼓励成说大家都要开车子，然后甚至整个交通系统都弄得那么大，可以容纳那么多的车子就如果这个从根本的问题来解决的话譬如说创造更多的在地的空间可以工作的或是生产在地的食物，生产我们的所需要的资源都是可以在地的取得的话，就比较不需要依赖这么多的运送或是车子的使用好，再来一个原则，小而慢也是蛮重要的，普门的原则就是可以用小的方法可能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或是至少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可能你接触普门的话，你可能会听到世界科技，我们常常讲世界科技，就是我们针对每一个状况来选择最世界的解决的方法，或是那当然每个情况每个人可能会对你来说世界跟这个人觉得世界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但是至少要去想这个是最适合的东西吗？还是我可不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永续的选择这个东西的我用它的话会不会剥削到别的地方的环境，或是别的地方的人，或是会不会用到很多的能源如果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当然可能是比较适切的这个照片里面是那个太阳能锅，我们就常常在教这个，我们也有一些产品就是太阳能锅就是直接用太阳来煮东西
我今天的早餐也是用太阳来煮的，所以其实蛮简单的科技，然后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我是觉得蛮适切的，因为太阳那么大，然后大家都那么的依赖可能电啊，或是瓦斯来煮东西，如果可以减少这个需求的话，就气候变迁的问题也会不会那么的严重，而且是会让我们能有更多的生存的机能。好，其他的小而慢的解决方法就是自然建筑，像我们的房子都是用一些自然的材料，所以我们要找适合的土壤，还有一些沙子，把它搅拌在一起，然后用脚踩就可以盖我们的房子。我是觉得也是一个蛮适切的科技，任何的人可以，你只要能够找到土壤，然后一些沙子就可以盖东西，不一定要浇水泥或者去砍树啊什么来盖房子。其实如可能你觉得，哎，我在都市里面我怎么用这个？其实不只是那个墙壁的结构，也可以用这些天然的材料来做墙壁的反光。很多人开始做这个，可以直接像如果你有一个破的水泥墙壁，可能有壁癌啊，或者是壁癌吗？对，或者是有裂掉啊什么，你可以用这些材料，反光上去就很漂亮，又可以呼吸，然后又很天然的颜色跟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在都市用的一个材料。好，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有劳要有获，那这个也是跟这个照片是跟都市的环境有关，就是我们很多的行道的树，都是景观的功能而已，就是可能或是根本没有功能，连景观也没有，所以我们像这个是在澳洲的某一个城市，他们是觉得，哎，不要种一些没有用的树，要种一些可以让大家可以比较愿意去照顾啊，然后可以有一些收成，所以他们在道路树的中间这边有开始种一些果树，然后就让大家居民都可以照顾跟使用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达到这个有劳要有获，因为不然我们只是种树，然后还要灌溉它，还要处理它，还要剪枝啊什么的，但是又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那如果可以改成果树的话，那有至少有一个收成，不错的收成。好，所以刚刚以上就是各种的生态的原则的一些案例，一些例子，那我们我就提供这个让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对普门有兴趣的话，一定会开始遇到这些生态的原则，而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蛮有帮助，就算是在设计一个东西或是我的每天的行动我都会，我觉得把这些原则内化的话其实蛮有帮助的。那再回到一些都市的普门的案例，大部分的普门设计在都市的话就是滚动式的，就是我们看到哪一个空间可以开始改善的话，那就慢慢的改善它，比较难，因为是一个每个人可以当设计师的一个也是一个运动，也是一个设计的方法，但是如果上面的什么政府啊什么没有参考这个方法，那就比较难，我们只能从每个人可以掌握到的空间来开始，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说普门在都市的环境是一个滚动式的，所以如果比如说像他们有找到一个屋顶，然后大家想要改造它，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生产力的，然后可以改善这个热的问题，就这个屋顶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很棒的，又可以产生食物，然后提供一个很棒的空间，这是在英国的一个屋顶，那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现在的现况中找到机会，学了普门以后，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景的话，可以说是地景吗？或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其实我会很开心。可能一开始我觉得哇，这个让我很难过，都是一些铁皮啊，没有什么生物啊，没有什么当然有很多开心的人，我希望是开心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我就会看到很多的雨水哇，然后看到这么多的屋顶，干净的屋顶，每一个屋顶都可以在下面有一个水桶可以收集雨水，然后有水的话就可以有生命，就可以开始种东西，而且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在吃东西一定会有很多的厨余，也可以拿到这些地方收集它，把它变成腐殖质，然后可以种各种的蔬菜啊，各种的果实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做，然后就是从每个人可以用到的空间来开始然后就是我们在强调再生型 的策略还有设计来修复都市的话一方面就是要组织人创造有趣的有参与的机制，然后我们也会强调就是要有利用更多的边界或者模糊城乡跟都市的边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这边有，就是很多的都市就是很集中的然后变成可以用到的自然的空间是蛮少的，那如果我们可以开始用滚动式 的策略 来看，如果我们有空地的话，我们可以想办法让这个空地一直都是空地，不要让它变成大楼，那这个当然是也需要很多的居民 的讨论跟规划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让这样的一个那么集中的一个状态变成比较有趣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其实你看到这两个形状的边界其实差很多的，这个边界的周长就是很还蛮小的，但是这个边界的周长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都市变成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然后如果我们周围都是一些农场啊，或是市民农园什么的，这个是蛮有限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让都市周围的空间或是甚至变成都市中间的空间，可以提供我们很多我们需要的资源食物啊，各种的资源包括那个染料，各种的资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模糊城乡的边界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策略，可能可以一个其中一个策略就是把城市看成一个农场，其实很多城市里面就已经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可能公园旁边就已经有一些果树啊，或是空地有果树在长我们只是要去组织这些事情，然后让它变得更丰富的，然后更生产力更大的，其实也可以生产不少的食物古巴的例子都已经证明这个，他们很多很多的食物是从都市生产出来的所以有各种的空间，各种的机会阳台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用到的机的，有阳光，有雨水啊都可以自己规划成一些，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学生，有一些课程我们是专门就是在让学生规划他们的阳台，然后所以你看他有蚯蚓堆肥啊，还有雨水收集啊，还有一些种植的还有一个很舒服的环境这是他自己设计的雨水收集系统，然后自己安装，就帮他拍一张这个是也另外一个我们的学生，他也是只有阳台的空间可以开始做，其实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慢慢的学习怎么种东西，然后到现在他有开始他毕业了，他可以不用在阳台玩，他就找了一个农场，然后他开始种各种的香草，然后现在我们都在买他的产品，所以他是从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种东西的状态到一个变成一个农夫的一个职业，还不错，都是从一个阳台开始的屋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我每次到都市的时候，就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会开始觉得很难过，就到处都是空气污染，车子什么声音，我可能会开始有点疯掉，我就马上找一个楼梯，就爬到屋顶上，哇，可以呼吸，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开阔的空间，我就会开心起来。其实，然后如果你开始注意到屋顶的话，像我这么疯的人，你会发现真的很多很多的空间可以用，而且很多空间需要被使用，很容易用它，很容易收集雨水，很容易收集材料，或是开始种东西。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在台北，这是在台北火车站的隔壁而已，所以还蛮繁荣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有在这里做一个公众花园的设计。其实是一个法律事务所啊，这是那个老板，他是希望他的屋顶可以达到这些功能，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就跟他一起规划怎么样的设计这个屋顶。他是希望他的同事们都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达到这些循环的功能 其中一个设计的部分就是给他一个厕所，他是希望他的排泄物不要用抽水马桶浪费冲到海里面，他是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回收起来，所以我们就给他个人的一个个人使用的厕所，一个堆肥厕所在这边，然后还有很多的厨余在这边回收，然后变成很好的腐殖质，就他们在这边都开始种菜，然后这是从他的厕所，他就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总统府这边，好像当年是。没有，反正他，我说有时候开玩笑，如果他上不出来的话，他看一看总统府就可以上得更顺利一点的。哎呀，好玩！但是他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的食物在这边，这是他们屋顶的收成，他们的办公室也可以带小朋友来，所以同事们都也会带小朋友有一个房间可以让他们玩或是学习东西。所以他们当然也很喜欢跑到屋顶上去收集菜啊、种菜什么的，然后在那边，对啊，我觉得他们的收成比我们的大农场还厉害的，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绿手指的，对啊，就是在那个花台里面种的，他们还有其他的种植槽，就是那个中正庙那边，在台北，还有各种的蔬菜，这些都是他们的屋顶，还蛮厉害的。然后小朋友，还有他们的也有一些教育性的，就是小朋友也会参与一些种植，还有他们也在收集种子，所以他们还蛮重视这个，就是可以每年都可以收集种子，然后再播种它所以他们也是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变成这样的状态，还蛮多的功能，很多光合作用，然后很多的食物的生产，这个其实这位不是他们的同事们，他是一个观光客他是在附近走一走，问人哪里可以做瑜伽，他想要做瑜伽需要一个空间，哪里有公园？那有人说你可以到那个屋顶上不错，所以他爬上去，哇塞，怎么那么丰富的，根本没有空间可以做瑜伽的。然后就开始有人帮他拍照，然后到现在都还蛮成功的一个都市屋顶花园的一个例子，有各种的果树还有蔬菜。他们的名字是伯仲法律事务所。应该有关于他们的一些文章，你可以查。其中一个我觉得蛮有成就的，是他们的收集雨水的系统，是提供给楼上的植物的灌溉，还有提供楼下的他们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厕所。然后他们因为只有点麻烦，他们还要另外装一个管子，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但是他们发现说，大家都很想要用那个马桶，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是免费的水，我们就不用，我们就可以少用一些其他的水。所以他们这10年90，他们有做很多的记录，就发现他们可以省的水还蛮多的。
然后甚至他们的有这么多这么多人在用这个马桶，对啊，就是这个马桶，你可以看到旁边从墙壁进来的一个水管啊。那当然这种设计也是可以安装一些那个，就如果你的水桶都用完了，你还是可以用自来水来提供这个马桶，你的水电师傅应该没问题做这个设计。其他的我们参与的一些屋顶花园的例子，就是以前在台北的师大的环教所的屋顶，也是本来是没有任何东西，这一张照片之前是完全是空白的，然后这是刚建立好那些硬体的设备，然后再过几年有植物开始长的时候，也是有蛮丰富的利用这个屋顶，是因为它有那么多的阳光可以使用，所以他们也有装太阳能光电的然后整个大楼的水也都是用这个屋顶的雨水，因为他们就从这些铁皮来收集雨水还有一个堆肥厕所在上面。好，这是那个屋顶另外我们参与的一个屋顶就是在中国，在深圳，那这是一个我们每年都会在那边上一些普门的课程在一个什么泰华地产一个大公司的，他们有很多的建筑可以使用的，所以他们这是一开始他们自己在就是鼓励他们的同事们可以利用这个屋顶的他们可以认养，每个屋顶可以认养然后这是他们一开始只是种一些菜而已，后来他们上了我们的课以后，然后开始规划他们认养的屋顶，就慢慢的变得更丰富的，这是刚开始他们的设计然后再过几年的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再过几年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变得还蛮有生产力的。然后这些都是他们的他们的地产那个公司的人员自己认养的这些空间对，很多其他的绿屋顶的例子。好，另外一个刚有提到可以再讲一个案例，就是城市把它看成一个农场我觉得蛮有创意的，是有一个组织叫做Fallen Fruit 在加州，然后他们是会找出他们的城市里面的所有的果树，可能是在公有地啊，或是可能是在私有地，但是它会长到马路上还是可以收所以然后他们就会收集这些资料然后做成一个地图，然后这个地图上就是有果树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有旁边有一个表，就是说时间哪个时候可以收成然后他们就是用这个然后到处泼，就是鼓励大家多使用这些公共的那个水果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教育的，可以让人知道其实我们的城市有很多的生产然后他们为什么他们的照片都是这个很奇怪，他们都在那个穿这个塑胶袋跟手套，是他们是艺术家，其实他们是有点讽刺，像都市的人不是我们买水果都是被包起来，被塑胶包起来所以他们在终于看到一个没有被包起来的水果，所以他们把自己包起来，一个讽刺的，我也不太懂，没关系但是蛮好玩，所以他们就在每一个社区就鼓励大家可以开始做这个行动，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社区的地图他们还有一些那个一些规则，就是一些游戏规则，不要如果你真的有发现这个树有果实，不要全部都自己收，就是要分享给大家用的，然后有时候有特别多的话，他们也会办一些活动让社区居民可以一起采收，然后一起处理成果酱或者什么，然后那个卖果酱的钱他们也可以用来买更多的树苗什么的，或是让社区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正面的一个活动，所以这是他们做的那个 Public Fruit Jam， 就是公用的
国丈啊，都是从这些行道国术的啊。他们后来他们也开始鼓励人，只要你有一个工地，或是你有一个空间，可以让这个国术被所有的人使用的话，你愿意提供这个服务的话，他们会送你一个各种的树苗啊，就是你可能要答应说，哎，这个有开始有果实的时候，我是欢迎大家可以用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也不错的运动，就是让更多的果树出现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这里有各位有没有你的社区有没有果树？有看到的果树有一些啊，你们有在采收吗？有一些不错，其实这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可能童年的时候都记得啊，都有木有那个什么芒果啊、木瓜，到处都有可以捡的。小朋友我觉得蛮需要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也是更会认识果实啊，然后更会认识季节的啊，然后更会爬树啊什么的，这些都蛮重要的技能啊。好，那我们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住过高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高雄市有支持都市的农耕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可能是租一块地在市民农园，有市民农园吗？有一些哦。还有人在用吗？市民农园有一些耶、对，以前我们在开始推广都市农耕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二十几年前，那时候没有所谓的什么可食地景，这些我们是慢慢的努力的做一些行动，让这些东西被看到的。但是我觉得有各种的方法是可以跟邻居或是跟里长跟你的社区的人一起合作，找出那些空地啊，或是找出一些机会，可能是屋顶啊，或者可能是其他的空间都可以使用，可能是这个大楼的屋顶啊，我不知道哪里有空间可以用的，但是应该是可以让更多的空间让出来给更多人可以使用。我们以前的，我就分享一下，虽然我不要鼓励你们做不合法的行为，但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常做的就是也有一点教育性的，然后有一点那个怎么讲，就是会让人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找出一些可能我们已经经过了好几年都没有什么变化的一个空地，然后可能也问过，哎，地主住在可能很远的地方，可能住在台中啊，我不知道，然后就觉得，哎，如果我们的行动可以让这个空间变得更好，我们不要破坏，我们只要捡垃圾，然后稍微规划一些可能步道啊，然后可以种植的空间，可以割杂草啊什么的，只要我们做的东西是好的，然后我们心是好的话，我就觉得，哎，这个可以至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可能性，让更多人看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可能比找那个地主跟他讨论什么，然后还要说服他，可能直接去做会更有效果。有时候，那所以也是一个可能可以做的。那也许你可以每天经过的地方，你看到一些空间，可能是一个空白的一个空的花台啊，或是什么样的空间都可以。试试看把它种起来，然后就是你不要有一个自私的心态，觉得你一定要收藏那个东西，你只是要提供这个可能性，让更多人知道，哎，其实我们这个大家用的空间可以有更多的生产力，从这样的心态来做，我觉得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会留下一些设计图在墙壁上，所以我们的愿景在这里，还有捡垃圾，然后开始种一些东西，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成功的行动，就是我们在那个台北的228公园，比较大胆一点的，就是找出一块地，也是都是杂草的，然后我们就是很快闪的，进去，
我们的做法就是用很多的覆盖，所以我们会用那个旧的榻榻米把它拆开，然后就是覆盖那些稻草，然后再种菜在里面，这样子就比较不需要一直浇水，你就浇一次水就差不多可以让它维持下去。啊，反正我今年就是一个有一点故意想要做一样一个可以让人看到的一个行动，还给它摄影起来，然后我们种完了以后就闪了。过了不久就被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认识这个就是那个历史博物馆，不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忘记是哪一个博物馆的前面，然后有某一个人认识的，然后他们有发现是我们做的，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他们就是很喜欢我们做的这个东西这个菜园，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回去，因为他们在办一个地球日的活动，他们就邀请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展览什么的，所以其实有变成一个还蛮不错的效果，后来那个菜园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又欢迎我们做一个堆肥箱在后面，一个示范的堆肥箱，这是在种的那天，还有在玩一些好玩的行动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如果是合理的，然后真的是比较好看的，可能可以说服更多人啊，甚至最好是说服那个地主说，哎，其实我可以让社区的人来管理这个空间，来做。啊，这是我们在另外一个也是台北市的和平东路，有一个这个空间一直都是杂草，好几年都是杂草，所以这是那个地方的居民。我们就一起透过我们先上一些课程，然后再开始处理那个地方，他们的厨余也有出来，他们提供厨余什么的，然后我们又覆盖了，然后又加了浮质纸，又开始种一些蔬菜，然后就变成一个不错的一个小空间。离开了以后也是差不多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就一直一直围起来，其实外面的行人没有看，就是没有看得出来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离开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有一个菜园在那边，我们就种了一些多年生的植物，可以长得更久，像一些金枣啊、香草类的，或是花，可以继续留下来更多年。后来那个地方被拆掉了。没关系，还是有达到我们开心的效果，然后也是有让很多人看到。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以前我住的地方，我从窗户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就是越靠近你家越容易成功。你可以自己亲眼的看到它的发展，然后可以照顾它，或是有人有意见啊，或是有邻居，你可以比较有机会有互动，然后可以跟他们分享。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也是很多，我们发现本来这个是一个很都是垃圾，然后很不好的，没有什么土壤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因为车子都会停上来，其实没有必要，我们就找一些石头，然后又覆盖了，加一些不错的土壤，然后开始种一些东西，然后开始有很多居民就很喜欢这个空间，就他们自己也会开始种东西在这里，然后开始收成。所以慢慢的这种行动我觉得也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性。这是另外一个案例，其实这个是有得到同意，就是他们邀请我们来做一个展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草皮又在行人走的地方旁边，就觉得这个应该是蛮适合，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很容易照顾到，很容易收成，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草皮，在大概一整天的时间就把它围起来，用覆盖物又加了很多的，因为附近有一个马场，有很多的马的大便，我们也是有架在这个稻草的下面，然后就开始种东西。这是那个地方的警卫，他在看我们在工作。其实收获的最大就是他，因为他后来我们离开了以后，都是他的。他在吃泡面的时候，他就会加一些菜，所以他还蛮开心的。因为之前都是他要灌溉这个树那个草皮，然后后来我们的做法是不太需要灌溉，
因为我们用很厚的覆盖，所以比较不会蒸发啊。然后这样子就他蛮开心的，然后后来就变成这么多的。然后我们发现很多的邻居开始聊天，开始在这边停留下来，然后开始在讨论哎这些菜长得怎么样。然后还有居民会自动的去种东西，还会自动的，当然会自动的去收成东西，但是我们这个都欢迎，所以我们第一天然后第一个月都变成这个样子。几乎因为这不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种的方法就是加好土，加好覆盖，然后浇了一次的水，差不多不用再照顾它，就可能再去看看，然后或是要求他们叫我们的菜苗可能要叫两三次就可以了，以后就不用。好，那是社区居民在看菜。好，另外一个也是在台北所以这也算是问题空间，是这所谓的问题的空间，是它是一个我们说是假公园，就是一个厂商都已经把这个地方买下来，然后把现有本来的建筑他把它拆掉，然后开始种一些，可能他有申请到他可以盖房子的时间可能是两年以后才可以开始盖，所以他就种了一些树，然后种了草皮，我们都把它叫做假公园，因为大概两年以后一定会被变成一个房子在这边。但是我们就觉得任何的机会任何的空间，我们有两年的时间，就两年的蔬菜可以种，所以我们是有跟他们认养这个空间，有得到他们的许可就慢慢的加，然后让居民可以照顾这些也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照顾，我们种了以后就自己照顾自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水源，所以我们也是有设计一个雨水收集我们看到这个屋顶还蛮方便收集，它已经有一个排水管在这里，然后我们就雨水桶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先问这个居民，就说如果我们投一号的话，可不可以把你的水管派到这边来？他说 OK 可以。然后我们在设计雨水收集系统，其实雨水会一直进来，然后它一定会满了。它满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安排它的溢流，所以它溢流会到这个旁边的一个坑里面，然后周围种一些香蕉，然后那个坑里面丢很多的有机质，可能树枝落叶狗大便呢，都任何的东西都可以一直丢到里面我们这是我们刚做好了以后，刚挖了那个洞，然后刚做了水塔，然后种了香蕉，我们就离开了。然后它因为它一直有不断的水会进来，所以我们都不用做什么。你看它八个月以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还蛮好。我们很喜欢这种自我管理的系统。我们只要可能一天要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以后它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做香蕉圈的系统。那它不只是香蕉，你可以看到南瓜，还有椰浆花，还有芋头，还有地瓜叶什么的都在里面。我的时间我五点哦四点半，好，那这个我因为我这些也都是可以说是问题空间。我们有一个也本来想要介绍一个概念，就是所在的所在营造这个概念。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人参与才可以做这些事情还是会有居民来照顾这个地方，然后会保护他们的香蕉，他们就很爱他们的香蕉，他们就把它看成他们的香蕉，虽然不是他们种的，但是他们就开始照顾，然后开始用这个雨水这样的会有一个变化。谢谢就是在每个人的头脑或是心里面会有一个变化，本来是一个每天经过的场所，然后他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参与的话，他会变成一个属于他的所在我们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会让人比较想要参与，然后比较想要照顾那个地方
所以有一个可能建筑世界也有都知道这个概念，就是叫做英文是 placemaking， 所在营造。我们希望可以做很多的连接，让人跟这个地方有连接，这样子就可以让他比较愿意去照顾他。然后得有各种的，就是他可以其实是一个民主的社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据点，然后可以一起开始决定，哎，这个空间要怎么规划，怎么样的让大家可以参与到的，然后其实会变成大家会有一个会那个什么归属感，对，跟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做普门设计，也就是在创造一些好的地方，就是好的人类的居所。然后我觉得这个所在营造的概念也是很符合普门的想要达到的事情。因为我们也觉得每个人是一个设计师，每个人应该要管理或者负责任来照顾我们生活环境的这个周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我有一些案例，也就是跟那个所在这个叫什么所在营造的一些案例，这也是在纽约市，也是一个空地，一个其实不是创造的这个菜园的人的地，他是就是自己去做这个菜园，在1970年代，还蛮有名的一个，然后这也是一个组织，他们是用工地来跟那个市政府来规划，一起规划一个农园，一个市民的农园，不是农园，是果园，这是果树。还有可能你有去过香港的话，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案例，是一个市民农园。还有一些，这是澳洲，本来是一个河川地，每年都会有淹水的地方，所以也是一个问题空间。但是有一个普门的组织有把它，就跟市政府讨论说，哎，我们如果可以在这边，有提供做一个市民农园，可不可以？然后他们就让他们开始做，有各种的案例，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那个所在营造的概念，其实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接受现在的样子，然后很多以前的所谓的都更的或是那个都市的规划，其实很多是很不好的，我们不一定要一直接受那个样子。我如果社区居民一起讨论，然后一直说，哎，其实我们真的不喜欢这么多的车子经过我们的社区，或是真的我们和湖边我们很喜欢这个空间，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还蛮多的地方到处，这个是欧洲，这是哪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欧洲的某一个地方，就1990年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哎，我们真的不要这样子，所以他们又把它改回去一个更多的居民可以使用的空间。所以其实都有这些可能性，这也是一个在荷兰，他们当时的1970年代，觉得哦，车子要发展更多的车子可以使用的空间，所以他们有把一个那个什么，水排水系统，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排水系统，应该是河流吧，把它变成一个高速公路。后来居民觉得，哎，这个真的不要了，我们以前的都是有一个水可以玩的地方，后来他们就把它恢复成一个可以有水的地方，然后可以让人让大家使用的一个空间。所以我的这个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还是有改变的可能性，都在，只要我们愿意争取的，然后愿意去做。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所在营造的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普门的老师在提倡在组织的一个行动或者一个运动，他是说把它叫做那个十字路口的改造，他们发现十字路口发现很多的交通的事故啊什么的，
他们希望车子可以慢下来，所以他们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可以用彩绘，然后大家社区居民都可以参与这个彩绘的行动，还有会设计一些可能在每一个角落，设计一些好的好玩的，可能是椅子啊，或者可能是一些设备，所以这是都是自然建筑的椅子，所以这个行动的发起人他是做自然建筑，然后又是一个普门老师，然后又很关心他社区的这些，而其实他关心整个城市的发展，所以他就发起这个运动，然后也透过这个也透过教一些自然建筑来改善很多的十字路口，所以这是像这个是公茶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椅子，土椅子，还有个自然的绿屋顶啊，这边，然后其实他们有发现，真的有会让这样的做会让车子慢下来，因为大家会看到，哎，这个社区怎么那么棒，怎么那么多好玩的空间，还有一些棚架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在马路上就是开始种东西，开始有一些花盆。然后这个就变成一个运动，有一些旁边的社区看到就觉得，哎，我们社区也要，所以他们有问，哎，我们怎么开始怎么做，所以他们就规划自己的一个图案啊，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社区，他们就画在那边，所以大家的参与蛮重要的，然后他们也是知道，哎，这些材料可能是不要用毒的东西，所以他们也尽量的选择一些比较天然的材料，还有一些可能是比较长久的马赛克的方法，还有包括一些种旁边的这些在美国的话，这些都是属于公共空间，都大家可以用的，所以他们就开始种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其实慢慢的这个变成一个运动，然后他们就每年都办一个Village Building Convergence， 可能建筑界也会对这个有兴趣，如果有听过吗？这个蛮值得参考。他们每几年都会有这个所在营造的一个大活动，然后整个城市都会有好几个地方可能会做这个十字路口的修复啊什么的，各种的这样的活动。他们因为他们很爱用那个土壤来土团来做椅子啊什么，所以他们都在这些地方建立很多的这种土椅子，而且透过各种的方法来找到一些法律的那个空洞，就是那个像有一些地方你他们说你不能有一个屋顶在这里，所以这个建筑师他蛮聪明，他就说我们只是弄几个反那个什么遮阳板而已，那变成其实是一个屋顶，但是也不是一个屋顶，我觉得蛮聪明的。好，这些都是各种的土椅子，也是蛮适合让社区，就是没有接触过自然建筑的人可以用这个土椅子来练习。好，通常我们叫自然建筑也会从这个开始，是一个蛮容易做的一个。还有包含棚架，你看这个邮差还可以在这边休息，这个蛮可爱的。还有这种也是都是用土壤来做，然后外表是用石灰的粉光，就可以撑比较多年。但是其实这些最重要就是人与人的互动，尤其是那个社区里面的人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见面，然后可以一起工作做一些事情，其实它最高的价值应该就在这里，然后其实对我们普门也是有很多的可能是看得到的设计，但是也有很多设计就是人的组织还有人的关系，其实也是可以设计的更好的一些部分，有包括各种的这种合作社啊，或是协力造屋这些供血啊，所以我最后几章就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自己的社区也在做的一些行动，然后简单的分享一下，其中一个是社区可以连接起来，然后去找一个去认养一个农场，然后你就照顾这个农场，照顾这个农夫，然后这个农夫就开始照顾这个社区，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可以让社区的人到农场工作，然后可以让这个农夫有一个更稳定的收入。其实他被一个社区认养了，然后他的收入的来源就变得比较稳定，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食物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社区支持农业，还蛮应该有人听过吗？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二十七岁的我在这边，然后我也是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我自己去找一个我觉得我很佩服的一个农夫，然后我们就一起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就变成像一个会员的系统，所以有一个家庭可以买有一些他们就给我们一年的钱，然后我们每个礼拜给他们一个菜箱子，就看我们可以收成什么就给他们，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很安全的可以确定我们有一些收入然后比较不用去，虽然我们还会去市集卖东西，但是是另外一个收入的来源，比较不一样的来源，而且可以认识我们吃我们食物的人，我觉得这个连结是蛮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组织人的一个策略另外就是组织人的功能有时候我们办这些义务的活动，就找出社区里面的有功能有一些能力像这个先生他很会磨刀，然后这个小姐她很会缝衣服，所以让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可以互相分享他们的功能，那他也可以教人怎么磨刀，他也可以教人怎么缝衣服所以我们偶尔会办这种活动。其实我们是最早是在台北开始这个活动有一个国际的行动叫做无消费日就是我们是从这个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还有我们住的不管我们住哪一个社区，我们都会希望可以慢慢的建立这样的一个一户一菜的机制就可能是每个月大家都聚在一起，可能每次是在不同的人的家，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个邻居，然后大家带一盘菜就好，因为大家来的话就一整桌都是东西都可以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非常简单的然后非常好玩的一个行动，你可以试试看在你的公寓或者在你的社区，就算是可能你先找出一些你比较认识的人就说我们试试看然后可能下次每个人带一个朋友或者一个社区的他们的邻居的这样子就可以透过这个认识更多人，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开始聊天聊各种我刚以上讲的那些可能可以用的空间，或是可以怎么样的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开始在我们在台东我们的社区开始有这个一户一菜，很多这些人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后来我们就发现大家都有一些技能，然后我们就发起一个无国界的协力工什么协力学习计划就是每一个礼拜或者每几个礼拜会有一个人负责教一堂课，然后大家可以免费上就是他负责教他会做的某一件事情，像这个他们会做肥皂，所以大家来跟他学做肥皂，这个家长他会做蜡烛那个风蜡烛这个人会用那个野菜煮东西，所以他是教我们这个所以有各种的技能，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而且可以去认识其实你社区里面的功能真的很多很丰富，搞不好如果大家辞职的话还是可以成立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就是可以大家互相依赖，大家不是说一定要辞职的，但是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社区的经济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可以鼓励人这个也许可以发展成一个职业而且可以让更多人学习我们因为透过这个一户一菜我们又发起一个社区里面的那个小市集所以我们也是有在做这个，每次小市集都会请一个人画海报，然后我们就大家彩绘，然后再
在办事小市集啊，所以好像下个月忘记几号有一个小市集啊，这是我们小市集的样子，就是我们借那个国小的空地来办，不需要什么设备，不需要什么帐篷啊，什么这些完全都是免费的，就是借那个草皮，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很自由的带他们想要分享的东西，或是想要卖的东西，或是想要丢掉的东西，看有没有人要不要。这个是我在教做椰子壳的我的那天卖的服务就是这个。嗯，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就是从一个愿景开始，看你的社区 你希望它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就大胆的去做梦，然后想哎，我觉得我们社区我不让我不满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改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把这个愿景分享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搞不好其他人也会很同意你的这个愿景。这是我画出来的，我就觉得都是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有更多的种植啊，更多的社区菜园啊，更多的社区果园啊，什么更多的什么合作社啊，或是二手书店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在充分的利用他们的屋顶啊，所有的空间，然后车子都变成脚踏车，然后路边的树都是果树啊，或是有一些食物在长。好，那虽然我们可能这样子会觉得是自己是疯子，但是很多人加起来的话，然后很多人有同类似的想法的话，其实会变成一个运动，或是变成一个文化。所以像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是在加拿大开始的，他们是先从那个可能三四个人一起骑脚踏车，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想要在车子开的那个地方骑脚踏车，因为他们就觉得哎，脚踏车都没有地方可以开，可以骑车，所以后来慢慢的这个变成一个每个礼拜的一个运动，然后后来他们就争取很多的脚踏车道，可以让城市有更多的比较友善脚踏车的空间，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这个 critical mass， 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多一个，每个人出一点力量，出一点力量，多一个人出一点力量，你看到一个程度，它会砰，它会有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耐心的去做我们觉得是对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就是那个铺门的创办人之一讲的，我就觉得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有对其他的人有帮助的，然后我觉得然后有更多人开始参与你这个行动的话，这个所有的社会的改造或是运动或是变化都是从这个来的。然后我觉得就觉得这句话我蛮喜欢的，就分享一下。好，我的分享都差不多结束了，好，大家一起加油。好，谢谢，好，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孟磊先生。